你打算什么时候与他了断？我和谁说过要与他了断？所以之前跟我说的话都是骗我的。我没有骗你，但我的确没有想过要和他了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欠他的。当初我爱上你，族中长老大怒，威胁若我一意孤行便要取你性命，我怎么求情都没用。人妖殊途，你身为我族圣女，断不可与凡人有私情。倘若你一定要背叛我狐族与那顾云深在一起，这休怪我翻脸无情。长老，若你执意不肯放过云深的话，我宁愿一死。好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我。长老，长老息怒。圣女，她只是一时糊涂。长老，我苏氏一族数千年来与历代圣女无冤，今后也不会再有。苏里昂，愿听取圣女的心。长老，锦瑟，如果你愿意嫁给苏里郎，并且凡事以我狐族为重，不再与人类纠缠，那我便可以饶了顾云深一命。他当时求娶不过就是趁人之危逼你嫁给他，算什么恩情？顾医生，无论他当时是如何求娶。